我们关西最高学府吴元荣校长接掌校务之后，吴校长特别的注重学校人文环境的塑造，建设了数位的校史馆，并与国中国小科学精英班进行了社区的合作，成立了科学实验预备班，以大步落实12年的国教社区优秀的学子入学核心目标。民国103年5月获得优质化第三期，我们的特色领航计划的补助，展开了特色课程新纪元，又接任了104全年度竹苗区免试入学主办学校，迈向地区国教金质领航地位。谢谢我们的最高学府吴元荣校长带领我们的团队，谢谢。下一个小羊儿准备，下一个小羊儿准备。精彩的热歌劲舞哈，都是我们学校吴元荣校长担任校长以来非常的用心的经营学校跟校外的互动活动，非常的谢谢吴元荣校长。